之前睡觉起来的感觉就是说，就很累啊，就反正就是说等于没睡饱。我就常常跟他讲说，我说好像我整个晚上都没睡觉，其实可能应该睡是有睡，但是就他很浅眠，就是说，我上次跟你讲说，我自己打呼的声音我都自己都还可以听得到这样。有时候那时候就是想要睡着了就咔一声，我又醒了这样。那最近呢？啊，最近我没有听到。没有听到。现在起床跟过去起床，我们刚刚讲过去起床的时候比较累一点。对。那现在起床状况？现在起床就好好的，就一般正常这样。正常的状况。对。就也是这方面也是一个改善的部分吧。